Hello， 我是 Kelly 啊，今天同大家开箱人气网店出品的手作冬粒，一起来试一下啦！冬粒一盒有16个，色彩缤纷，啱晒打卡啊！小店的冬粒是非油炸，用上低糖配方，口感好像蛋糕咁松软。冬粒会加上不同 topping， 红仔朱古力加上彩针，可爱到唔舍得食啊！而家仲有圣诞姜饼人同士的糖装饰添。冬粒加上可可粉同埋宇治绿茶粉，朱古力冬粒可以用微波炉叮一叮，变成半溶流心朱古力，更邪恶。至于软绵的棉花糖令冬粒口感更丰富。另外仲有 Oreo、KitKat 同埋 M&M， 配搭花生、杏仁粒、蔓越莓等，甜度适中。